好了，有三只小兵的传统，各位知道，所以出席率只有一半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来准备第一个提示，请看五秒。少年，讲少年干嘛？大概15岁以下都叫少年吧？对，对吧？少年怎么了？第二个提示，再个十秒。少年之后，他说我爱你。答案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人名吗？不是人名啊。少年。看下一个应该就有答案了，来喽。少年，我爱你。第三个提示，请看。红菱眼。哦。最大公约数已经出来了。来，请问你的答案？天哪！玫瑰。哦，为什么叫玫瑰少年？蔡依林的歌，对，有一首歌。苏雨欣，你不错，你在听歌，还算年轻人，还算年轻人，真的。啊，因为我都是看玫瑰红菱眼啊。因为玫瑰，玫瑰我爱你，对，是你唱的。啊，我常常看玫瑰红菱眼。玫瑰答对没有？恭喜答对。不错，景文露脸了，耶！好吧，血池成功，来有请黄景文就位。我好想哭哦！很感人，黄景文同学，东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，一定要看一下这一集我们准备的梦幻大奖有哪些，来，请开门看一下，来，请。看到没有？我们的非常高科技的吹风机以及。军事风的背包，3万的话呢是我们的防火的保险箱，5万的呢就是我们恒温恒湿的红酒冰箱，以及10万大奖是微电脑的跑步机。终于能够为你自己解锁自己量身打造的题目，这很重要。真的，请出示他的9个攻略赛题型来。客制化，什么叫客制化？看到没有？升官发财办公风水，瘦身意面条，他曾经开过意大利餐厅。然后再来就是歌仔戏电影，你演了歌仔戏了，我跟明华园合作的。呀，再来就是柬埔寨交通灯，你家庭旅游去过柬埔寨啊，而且还吃了非常特别的东西，海蟑螂是吧？嗯。纸胶带小趣闻，你有收集的习惯。嗯。腊肠狗奥运，你养狗养了12年，就是腊肠狗。对。但是奥运有什么关系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啊。胆结石少吃，老公他是一个没胆的人，对，对吧？他现在最没胆，已经割掉了，他胆拿掉了，已经割掉了。好，所以你应该知道相关讯息。嗯，到底谁忧郁？因为你就得过忧郁症。对，从哪里开始？瘦身意面条，请出题。意大利面是减肥者的福音，请问意大利面要怎么煮才可以越吃越瘦 ？A. 面不要煮熟 ，B. 煮完后泡冰水。C 主食加点盐，我的答案是 A， 面不要煮熟。你锁定？为什么？面是淀粉嘛，如果煮的不熟，那它淀粉是不是就比较不会，它的质量就没有那么的比例就没那么高，是吧？对，因为熟的比例，熟的淀粉能够被吸收，但是不够熟的可能会被排泄掉，是这个意思。是抗性，如果是以抗性，因为减肥人都喜欢吃抗性淀粉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在想是不是对。请揭晓。他答对了。啊，这对于在减肥的朋友啊，要吃多少的淀粉都是非常斤斤计较的。我们要告诉大家，这比起这个升糖指数来说，白饭跟吐司它的升糖指数都比较高。那意大利面呢，如果是完全煮熟的状态哦，它也基本上就是中升糖指数。但是呢，如果它平常要煮10分钟的意大利面，你故意给它煮个5分钟，让它的面心呢还是比较有点硬硬的情况当中呢，它其实会是 DGI 的食物，所以吃了以后呢就比较不会容易胖。那我们加盐进去哦，其实可以帮助意大利面在煮的时候呢更快熟，而且吃起来比较弹性。主要的原因呢是它的沸点会上升，所以呢其实在一般它水滚的状态之下可能只是100度，但是你先加盐进去之后呢，它的这个沸腾的温度是比一般还要再高个2-3度，所以就可以让它更快的时间就可以把面给煮熟了。来第二题，到底谁忧郁？到底谁忧郁？请出题。知名媒体民调中心曾调查妈妈忧郁倾向，请问从职业方面来看，从事哪一个行业的母亲最忧郁 ？A. 家庭主妇 ，B. 白领工作 ，C. 蓝领工作。家
我的答案是 C， 蓝领工作。锁定。我觉得家庭主妇顶多是 K 笑而已，她不会到忧郁。对。顶多 K 笑，你觉得 K 笑比忧郁？所谓的轻微一点 ，K 笑是比较轻松的说法啦，就是说，毕竟我觉得家庭主妇可能就是，就还是要就单单就是只有家里面的事情，可能小孩子，所以她不是职业妇女。对，可是呢，你说我说白领工作跟蓝领工作，因为蓝领阶级的人的确是比较辛苦，而且占大多数。是，然后她又要工作，然后又要当一个妈妈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。一件差事。好的，是这样子吗？来，台湾呢，大概有600,000-700,000的妈妈当中啊，有500,000+的妈妈都觉得好忧郁哦。从这个妈妈的比例分布，我们来看到的话呢，蓝领是第一，再来是家庭主妇，紧接着才是白领。那其实他们都在忧郁些什么？第一名呢，就是担心家中的经济状况；再来呢，就是小孩的教育问题；紧接着才是家人的健康问题。但是自己的内心的情况呢，其实妈妈常常都没有说出来。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，一定要多关心妈妈，听妈妈说话哦。加油！疑问在巷子口了，请问加油，来。胆结石少吃，不得了了！你今天胆结石少吃，来请助理。饮食中若胆固醇摄取过多，容易产生胆结石。请问下列哪一种食物的胆固醇含量最高 ？A. 猪肝 ，B. 明虾 ，C. 葵花油。啊，好难哦！我的答案是 B. 明虾。你锁定。怎么选明虾呢？怎么样？如果你明虾吃那个头的话，它胆固醇肯定是很高的。谁叫你？我们都吃肉，谁叫你吃头的？有人也会明虾整只都吃啊。我觉得是。认为他答对举手。这边有营养师哦，这边。哈哈，没有人举手。哈哈哈，不敢说话。没有人举手。没有人举手。认为是猪肝的举手。一个，两个，两个。你为什么不举？如果用三句法，我觉得是葵花油啊。啊？就没人选猪肝，我就没人选明虾。我听一下营养师说，因为猪肝是内脏类，内脏类本来它所含的胆固醇就是比较高的。然后葵花油的话，葵花油是植物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会选猪肝，因为葵花油它虽然是油，可是它是植物油，所以并不代表吃了它胆固醇会变高。哦。然后如果是明虾的话，基本上明虾是好蛋白质，它的肉的部分是低脂海鲜，所以它就有头的地方是胆固醇。嗯。哇。营养师说的。他答错就好笑了，对，而且他还解释这么多，骗人的，他还解释这么多。来，食物中、饮食中胆固醇摄取过多会产生胆结石，哦，这个要小心了。什么含量最高？来，请揭晓，是不是明虾？答错了。正确答案其实是猪肝。我们要跟大家说啊，这个呢，其实胆固醇有分好的胆固醇跟不好的胆固醇哦。那其实，在食物当中的摄取呢，比如说我们吃蛋啊，或者是这个鱼软啊、蟹膏啊，还有呢，包括内脏类啊，以及呢，我们看到的这个植物的油或者海鲜，其实都含有胆固醇。但像蛋哦，它是好的胆固醇，海鲜里头也有 omega 3，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。反而是吃红肉或是内脏里头呢，都是不饱和脂肪酸。比较多，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摄取的时候就要特别留心了。哎，可惜了，他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你看多好。哎呦，哎，对。好了，我们下一回合的资格赛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